好，由于时间已经开始，那我们就尽快掌声欢迎 Apple Boy。
那五点三的话，在西安如果要转正转到五点三，我是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工程，那就是 net space 的问题。那 net space 的问题的话，其实这部分西安你想象不是很顺向台这一块，因为这块改下去的话就很复杂。所以现在西安的话是还有 support 到5.2、5.1都可以这样。那再来的话，就像说朋友，我这样目前观看的话，比较注意的就是那种 JS 那种 API 还有 Apple 还有 JS。那我这次我今天 online， 我再讲一下这个 API 就是它几个部分。那其实今天的议题，今天议题的话就是非常简单，就是如何写一个 API。那其实 PHP 如果你没有来听这材料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就一下就行了。那我大概讲一下我在公司里面在 API 依赖的部分的话，有哪些，就是比较我自己的一些注意事项，然后在 CI 里面怎么去把它归出来。那接下来就是验证说你写出来的 API 是就是可以直接写 unit test 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它要在一起同时测试这样。那我讲一下最基本的东西。那为什么会使用那个 SQL API？ 因为在我们公司底下的话，我们不是就是我们在做那个 ICT Lighthouse， 所以我们出很多晶片，包含1.1晶片，包含第一个晶片，那手机晶片，还有 WiFi 晶片。那这些晶片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就目前世界趋势来讲的话，你的硬体做出来没有搭配好的芯片，但是你有好的service的话是没有用。所以我们公司的话也是积极想要发展这一块部分，所以我现在去办公室就是做了 API 的部分这一层，那让其他工程师，比如说公司大部分写 C 的，那 C 的部分的话，他会写 Java， 他们可以直接去 call 我们的 API， 然后跟我们 database 资料去做数据。那其实，在我们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它就是四个数据词，然后 get root d， 那其他还有一些其他定义在哪？R7216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我先讲一下 ，BBS 是我浏览器的资源库的第一个这两个东西。那大家可以，如果是常用这一块的部分的话，其实可以看到说，它在这一块的data， data type 部分它直接有比较不错。BBS 的话是都是有做比较。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要解决这部分的问题的话，其实非常简单。那我们可以看一个在我们的 form 里面大概就是源 get 跟 host。那 get host 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些隐藏资料去让它去做假设性影响。那或者说我现在的方法就是去把 root 的一个都写成 host 的 API， 那这样不会去解决其他问所有的问题。那其他工程师也不用去看这东西什么是 root 的一个。那一般来讲的话，大部分都知道 get host， 但 root 的一个对我们一些其他公司其他工程师来讲，他们觉得这个很陌生，他们就大概只会用 get host。那个SQL API 它是放 format， 它大概是就是 JSON 对，去用 CSV。那这几个部分的话，就先看你公司怎么去定义说到底是放所有的资料。那当然最主要是城市跟城市之间沟通，跟你开设底下之间沟通的话，其实最好方式用 JSON。那 JSON 其实它非常简单。OK， 那现在的大概我们看到我上次说的 API 就是都是 JSON， 因为它格式简单，相信到个性化。很直觉性。那我们来看一个简单例子，这个是它的角色的语法，其实就非常就是 TW。那 TW 它是用 array 阵列、array 然后 object 都可以，然后数字啊、字串啊全都可以。那就是在教室里面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第一个 object 的，这下这个是用提出就定义好，然后可以用另外做资料沟通。那我们看一下在 KQ 的部分 ，KQ 的话其实就大家用两个还是可以是 JSON 扣的部分，然后我们就把一个array丢进来，它就输出成一个 JSON 格式，那努力。那再就是 decode 部分，那我们 KQ 接 API 接到之后，我们把 JSON 放 decode，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 array， 我们可以自己在城市里面操作。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想要练习大家 API 就学会，因为你要学这两个还是大部分都 API 都写出来。OK， 那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么简单，那还有很多。据神经的介绍的话，下面有 UI， 这 UI 是之前写的，应该是翻译国外的一篇文章。那里面它把接收的 SL 差别，还有一些就是应该注意的事项，在 JavaScript 里面画一些比较清楚。大家如果对据神还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到这个 UI 上面直接去看。那我讲一下我在 API 里面做哪些事情。首先的话，在 API 里面设计一段，基本上就
大家都注意四个，那就是简单，然后是观察目的，然后欣赏环境。那其实这四个的话，其实要做到全部其实非常难。那我们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使用在 Facebook API 的话，大家一定会非常，大家现场应该说全部各设备都整成整成 Facebook API， 但是你会发现说没有整个过程中，因为 API 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就一直忙它，所以变成我们就一直看到它，可能它可以去改一直改，那我们就一直忙。对，然后在 API 部分的话，就是大家写进去的话，就必须要多写 API 写上文件。这个，因为大家每天要花在讨论的时间太长，到时间就变少。因为说，我们写文件最多就是减少英文或公司。像我们在现在公司的话，我在写 API 的过程中，我一定写一份英文的大课文。那英文大课文的话，其实非常方便，因为很多同事都会打电话问我，哎，这个 API 比我麻烦，怎么要过审那些资料或什么。那我的运用会有 UI 给他，那这 UI 的飞过去都要全部用英文，那个人都看的，也不会写中文的东西，听中文大概就他能看懂这样。对，那这是减少一些人工工程的。那再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今天会介绍一下最基本的新的三组修改，也就是大家常见的 CI/CD。那它对应的方式就是 Create 的话对应到 Post， 那 Read 的话对应到 Get， 那 Update 的话对应到 Put， 那 Read 的话对应到 Delete。那其实这个是网上大家都现在常看。但是大家也不一定要把它发挥，那因为我现在像现在这四个 CID 的名称，就全部都把它改写，都写成 post 都给。那 get 比较方便，就是它去 debug。那我在 API 的 UI 的 define 的话，其实非常简单。那其实我在 API 部分，我其实就用这三个。那现在的 API 这个是它就是我们的 base， 那再来就是我的模组，然后这模组下做哪些事情。我的 API 如果有定义到每层，其实第一两层就够了，那其实就是你要定义的简单明了，还有别人说看这 UI 我知道说有这个 UI 我是做什么事情，我去映射这个 device 的链，或是去对这个 device 做过多。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那我们就是做个 target 模组，那 target 模组已经有新增三组修改，那在我们这个封面的话里面，就看大家看清楚，哎，我的第一个 UI 我 paste。去新增一个 target， 然后再第二个就是我去更新一个 target， 再剩我三个 target， 然后第四个我就去列出所有的 target。那当然，它有第二种模式，这是工商的，大家有看到昨天的 add， 然后 update 后面接一个一二三，有这个 target 有一个 ID。那接这个有一个 ID 的话，其实工商有蛮多人这样做。那其实这个其实我自己比较偏好格式一，因为它可以不用进行多种 API 格式。也就是说在，在其他层面的话，不用就针对这个 API 的 case 做一些还要去拆解这个 UI， 还要去定义，然后把它全部串在一起，那其实这非常麻烦，因为在写后你非常复杂。所以为了不会解决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定义就其实就是这样的方式，这样分离是最主要的。OK， 那我们看一下 API 的情况是封面的。那封面的话，其实这个是你拿如果在设计 API 的时候，就是需要去定义它，也是说，比如说我们 response 回去，我们有个 subscript 然后 test， 然后回去说，哎，这个 API 执行出来的结果是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定义好，不要修改，因为修改的话，你不知道其他工程师他们去控制 API 怎么去使用它。那如果你后面常改的话，其实你改一下子，然后你又隔天又接到很多电话，那我们再讲一下说，五月的 API 的话，其实它非常简单。左边是叫水口，input的话就是，我们塞入 type 就是 ID， 那它回应出来。左右边是我定义的格式，那其实大家定义的不同。那我其实就是说我都会把所有的 input 再 output 出来，再 output 一遍，这样方便说，就是其他公司看到说，它 input 是这样，那我们 server response 就是这样，就不会有一些差错这样。也不会说他什么他预设里面资料什么 output 出来不太一样，或者说他行为跟他想行为跟你想不一样。OK， 那关于 API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如果你知道它的那个预设 ID 的话，就是下面的预设部分的话，就是后面都在 case， 那这是非常，我觉得不觉得这个做法。那类似就是把一些资料塞进去，然后output就是这些。那一样，它有第二种，就是在 update 后面加一个 stage， 然后加一个数字，就 unique ID。
那其实看个人做法，那第一可以是 OK。那比如说像我们，如果你在后面 URL 上面接一个，在这个 station 接一个访问 ID 的话，那其实很不方便，就是说你要传一个 object 或传一个 page 的话，那其实在真正方面你在后面是没办法接。所以我在你的 API 里面都去都去设计说，这个你传进来的 ID 有可能是不对，有可能是对，或者你的选择不算划线，这在 API 里面是可以帮忙。那如果你是拼成 UI 下面这个下面这个 UI， 还有接 SSH page 或者这边，这就没办法下载那样可以传的东西。OK， 那这是社区 API。OK， 那。在公司的话，其实我们在做那个特别化的话，都大概都是会通常在设备 API 都会写比较复杂，然后 update 这那些的话，就写一些流程，然后比如说用测试要做，我们需该做哪些事情，然后把它定义好，这样就可以。OK， 这是我常用的社区 API 的话，那这个就是大家如果来看 MVP 的话，其实就会知道说，我们公司我们用的那些 特别 API， 那刚才那个社区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要看 MVP 的话，其实它就是base 或是击败那个老虎队的先发第一号先发投手他的女朋友这样。对，那因为我们公司的运作又不一样嘛，那我其他同事的话，每个人看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那是我常用社群之窗。那我们如何去 handle 这个 logic 的问题？那内部 API 大改版的话，其实就是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内部改。那对外的话，大家就是用 UI 的 routing 部分。那比如说有个期间，我今天内部的话是 V1， 那我现在要建一个 V2 的资料夹，然后去放新的 API 的话，那其实我们要利用 UI routing 的功能。那这个 routing 功能在 Node 架构里面都已经做好。那如果没有没有用 Node 的话，就是大家就拿把新功能外或是一些其他方式。OK， 所以我们对外工会它就应该是上面那个，那我们对到内部 API 是下面那个。那下面的话其实就是看你要怎么写，就 UI、B2、B3 不顺便，但是我们对外公开，都做 UI 一定是最上面公司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 implementation 部分，因为这部分是比较简单的。那我们不用自己造文字，因为我发现说，大家每次听到那个 postcard 会议的，都是要自己造文字。那当然有文字的话，我们不用造，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那我首先的话，其实在社区的社区的话，就大家用 Google 找不到，一定找第二号。第二上面有很多 source 可以用。那其实有很多网上的部分做过的话，其实都不用再自己造文字，造出来文字可能很学东学西的之类的。然后因为至少网上的人，他们都是有很多人去实做啊，或是一起团队合作，再加上很多人测试的结果的出来的东西会比较好。那我们看一下 Connector Test Server。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这个作者做出来的。这个作者应该是 CI 的核心部门的成员。那其实他自己，大家如果对这个例子熟悉的话，他自己跳出来写一套 framework， 叫做 FDA。那这一套 framework 在网上非常有名。那他现在好像完全不碰 Connector 的部分，因为他对于那个 Arbor 的这一套 framework， 因为我非常兴趣，所以要大去 Arbor 这个 framework 一下。OK， 那这是他这个很久以前，在去年的时候做出来的 set。那它现在的资源的话，就是资源5.2，或是更高。那它的 CI 的部分测试结果是下2.2版本跟3.0的部分其实都可以 work。那在1.x的部分的话，1.7版本的话，之前的话版本的话，就是大概拿一下它应用的 version。那我们怎么去 install 它 ？install 非常简单，叫 copy 3个 file 放你对相应的目录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设计 API 的时候，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你需要用到这些。其实第一个基本的话就是设 default format。那后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在它的卡组里面 default 是 JSON 的，我们就把它改掉。那其实如果你的 API service 是对外的话，那应该你要产生 API key。那 API key 它要帮你准备好，你只要去把它 enable 它就可以，然后再把它提供的 SQL 的一些语法把它汇入到你的 database 就可以。那当然它有资源 log， 然后也有资源 link， 或者是说你要把它设定成。具有 agents 的部分才可以使用这个 API， 所以它其实这个 server 它功能蛮完整的，所以大家可以去建议可以去使用看看。那其他非常简单，就是 copy 3个 file。OK， 那我们怎么去
那其实它这套 server 里面，它其实还有资源，它资源八十公内，它有资源核对，资源 SN， 资源 CSP 都有，所以其实看你想要你八十哪些东西，它都全部都有资源。OK， 那我们就是怎么去制作它？那么就是引入它的 server， 我们叫引入在我们的 control 里面引入这一行，就可以开始使用它来。那它的使用非常简单，这其实大家如果在网上看到，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架构。我们去 extend 它 reset 的 underscore console， 那我们去定义说，哎，我们 inbase 里面 inbase 这个 method 里面它支援 get post update， 那我们相对到 CIUD 的 request， 也就是 list pay update need。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照着方式下去写，然后内容里面就是使用这些部分。那我们怎么去 access 这些我们 UI 有传过来的一些 data information？ 那它的去接受方式也非常简单。那其实大家记住说 get post update， 那这个就是去接触到你，比如说第一个 get 就接触到你 UI， 问它后面多了变数，然后或者接触到你那个 address 或者 UI 之类 update 的类似。那我们看一下 create API， 那这是我们之前看过的。OK， 那我们看一下是什么？那我们主比较注意的是上面 update function 部分，就是按照说的是 add API。那 add API 的话，就是可以看到说我们有 add underscore post。那大家注意就要注意，它的写法叫 add underscore post。那接下来的话，比如说它里面有个，它里面就是 post， 你就用 post 去接这个变数。然后我们它有定一个 response， 它就可以定一个 enter 的 type， 这个 type 是五块，然后我们就处理给它。所以这些 response 的 information，response 的 method 是它明年接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那接下来就处理应该做处理的事，最后就是800，这样就可以了。那 update API， 那我们看一下 update， 那跟之前差异就是说我们把 post 改成 update 就可以了。那第一个也是，第一个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接收到 ID， 把它改成 delete， 这样就可以了。那一样是下面的后面，所以大家只要注意红色跟上面有标颜色的字，就是绿色那些，它就可以全部可以做出来。它全部帮你写好，就不用去只做这个 response 的部分。OK， 那比较有点注意的是说，比如说下面的，大家注意到下面的 if output 这个部分。那 if output 的部分，如果你是传控制证说给它的话，那它其实它就 response 你，这一点是比较需要注意的。OK， 那这个绿的 API， 那绿的 API 是我们实作一份，就是用 get 的方式。OK， 那我们看一下目录结构。我们设计 API 的时候，我们就把所有的 controller 就放在这个 controller 底下，然后我们一个 API 目录，然后大概我们就把全部所有的模组都放在这里面。那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去定义这样。那你将来如果比如说你像有的人设计的 API， 把设计的 UI， 那 UI 的话，然后再透过 UI 的 routing 的部分的话，把对应到这个模组就可以。OK， 那这是高级的部分。那像比如说，我这边设计是全部设计消息，那设计消息的话，对 Windows 部分是有代码区分嘛？那我们想要它的搜索的 API slash top A， 那我们想要用下绿色部分，它其实绿色部分就大写部分，这样对我们的其他公司看下去会是蛮直觉的。OK， 那我们再接下来讲一下我们去验证我们的 API。那验证 API 部分一样是不需要自己造文字，一样是同一个作者，他直接写的。我们要用 reset client， 那这 reset client 的话，其实用法是非常简单的。那首先它需要一些东西，第一个 H5.1， 那再来是 CI2.3， 那你还要在这边 curl 模组。那其实那 curl 模组的 level 的话，其实你要去安装一个 base bus 这个 curl 模组，那这个模组也是同一个作者写出来的。那我们是怎么去找这些IOL， 那一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两行就可以去做到。然后再来我们去 set up 我们 API server， 比如说你的 server 是放在 Twitter， 就设定 http://twitter.com， 然后后面接下来就是 get 这里的 API， 我们就定一个 API case， 然后再来是定它的 data， 定完之后再把它传到我们它提供的 set get post update。然后把它传进去之后，它就直接会 response， 最后我们 server output 了一些 format。Okay， 如果你要 debug 的话，它其实有提供一个 reset debug 的模组跟 method， 对，就可以直接把它递出来，它
它其实写的非常清楚，就是比如说 HTML 的那些全部都写出来。OK， 再来是上面的话全部是 CI 的培训 framework。OK， 那如果是你要去 implement 其他的 framework， 你如果你觉得 CI 这样好像有点复杂，那你它只需要 Go 3的 part。如果你觉得 Go 3的 part 更复杂的话，你想要学宽松到底的话，那就用 Angular 的培训 framework。那这个 framework 的话，底下它非常简单，它就定一个 public 的变数。在后面处 ，OK， 它就全部就可以帮你全部实做好。那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它没有帮你实做 response， 那没有帮你实做 response 就是抗拒实做，因为它在底层它过的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把前端的原本，像这个方学的那个 make 的部分把它实做完，所以你会发现这跟我之前讲的很像，然后它就是多了抗拒的变数，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的 serve API。OK， 那或者是说你就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听一下下午的大纲目小大介绍，没有讲非常细。那我今天大概讲到这里。那如果任何问题的话，就是可以上同样的论坛，啊，就是我自我加论坛。那我现在 CI 3点出来的话，那些线上的大部分的全部重新翻译，因为他们现在大部分是使用 Python 的一个架构去产生数位训练的话，那我看一下 CI 3点的大部分是新版的，是他们感觉不怎么分的。关系嘛，就是他们官方的决定。OK，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那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API 或是有哪些问题？那我大概公司现在又在找了，那我再来。因为我们是新创部门嘛，那这是大家如果要找 job 的话，就是因为我。本身在新竹啦，那台北的 office， 新竹 office 都 OK， 对，但是就是没有南部的 office， 因为我是南部人。对，那如果对有没有什么对这个今天讲的，或者是想要了解其他的，或者想要了解公司的八卦，也是可以。我是担任那个 TE 部门啊，那 TE 部门多大家对 TE 的话应该非常陌生。大家了解到今年的大动作，给巴哥把成绩吃下来。那我昨天有试过，那是那理由很简单嘛，我们的市场很小，这样。好，那我们谢谢 Boy 早上带给我们最后的压轴，那我们再次掌声鼓励他。然后同时他要非常强调，他们公司非常缺人，所以在场如果有需要工作的话，请赶快投履历到他们公司去。然后呢，早上这边结束之前，我这边要讲四点。第一个是等一下吃饭，那吃饭的位置呢是在我们这个会场后面的那个很多桌子的地方，那那边可能不够坐。那同样在上一层的一样的位置也有我们吃饭的地点，但是走的位置呢必须要从后面刚来的时候报到。